哈喽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肚子大圆，现在我在解放路，哇，这边好热闹啊。这两天天天吃鸡啊，哎呀，这要给我吃的，找一家自助改善一改善，把肚子填饱。走。你好，我团的那个晚餐券可以用，限时两个小时。限时两个小时啊？好嘞，这点吃饭老好了，人不咋多。烧烤涮用时两个小时，超时一分钟收一块。哇塞，各式各样的鱼，这都是生蚝，嘎了摸摸，清口味，小鲍鱼，摊子，虾，噼里扑噜的。香辣蟹，虾，蚬子，大米饭。哎，又是鸡，哎，又是鸡，又是鸡，特色美食椰子饭。来点嘎了摸摸，先捞汁虾，这玩意儿才入味呢。这边还有肉，牛肉、羊肉，科技丸子。说这个白色的更嫩一点吗？这黑色的，他们家鱼可真不小。哎，一条鱼一下整两盘这么多，然后就放在这里头帮你蒸。这边下点肉肉吧，多长时间没吃这口了。再来点羊，这螃蟹挺肥啊，但是屁股这块鼓鼓的，简简单拿了点。这是自己煮点虾爬子，涮了点肉，这都是他帮蒸的，这样方便一点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喂，口挺香啊。哎呀，多长时间没吃了，想我了没有？这玩意儿就蘸点这个肥牛汁就杠杠的了。真是，小伙伴，在这边，肉比海鲜贵。一串羊肉串不大，这个羊肉串小多了，就这么大羊肉串，十块。好吃。什么神仙的味道？还行。在我们东北海鲜贵，肉相对来讲那什么一点。这大肉串子十块钱都说少了，得二十呢。那种感觉太爽了，200的自助，尤其是海鲜自助，在三亚算是最便宜的，也可以，这不海鲜不差事，也有那个大石斑。小玩意儿还挺满的呢，哎呀，小水滴，我扒的海鲜拼盘，这生蚝比眼珠子大不到哪儿去。但是，嘎嘎肥。哇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？在三亚，除了你喝粥吃早点以外，如果剩下点啊，小喝几瓶的话，两三个人的话，没个800块钱，
你就甭想出来。干干蒙。这哥们儿老够意思了，就这么一个面包屑，给我了，活的呀！哎呦我，还行，小黄，面包屑宝宝，嗯，小也是面包屑，几岁的时候？不够我给你下啊。哎呀太像样了，谢谢啊。我看人吃都有籽呢，我吃籽哪去了。嗯，肉汁刚刚入味。嗯，这肉汁过绝了，又辣又腥。人家建议说我吃这个白色的，说白色的更嫩一点，感觉好像是啊。嗯，这是这个嫩。三亚的鱼真的好吃，很多很多种，都不认识，还有五颜六色的。这个鱼太鲜了，鱼捏蛋吧，最嫩。我寻思要点黑胡椒酱，我这一看，哎，上面撒的全是孜然，哇，汁水还挺足呢，够热的，头都湿了，空调都不给你开，莫聊，哈，好嫩，他这牛排都是腌过的，应该是调理过的。帮帮帮一顿剁，剁完了以后泡大饼那意思，它这个嫩的那个口感正好是我喜欢的。好吃，鲜嫩多汁。步行街这边人贼多就多了，逛街的人也很多了，好吃的可多。小虾，好像不是海里的，这叫吧？我再蒸条鱼呗，谢谢你啊。大概多长时间？9小时。浇上瓦萨米，鲍鱼串，小伴儿，就这两串回本儿。市场现在8块都10块，行，来个本儿。嗯，好嫩。这是2个小时，超1分钟，然后加1块钱。相当严格的，我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顿扒，扒完咔咔往嘴里涮得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、8、48。
这个感觉还行，屁股撅老高。哎呦，软壳的，还行吧，嘎嘎新鲜。它这小皮儿都肥包肥包的，真的是软壳的。哎，一挤啊，这个肉就呜一下子自己出来了。嗯，好鲜，它这个口感有点像肉馅的，特别脆。这有大炖包肉，天津仔。椰子饭，嗯，也香，这西瓜，这玩意儿麒麟的。还咱这水果子。今天就吃到这吧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